好，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学问家》，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谢谢啊！哎呦，这是送东西啊！哈哈！谢谢谢谢。这个鸡是给于老师的哈。吓我一跳。拿着吧哈，还以为你说话呢。哎，他是怎么知道于老师这个爱好的？谢谢吧，每次演出都有观众送小礼物，每次我都觉得特别不落人。你说人家都花了钱了，买了票了，还在买东西啊。再一个你说你买东西，你让其他的观众怎么办是吧、啊、什么人呢您的这话说的。谢谢吧啊，我替吕边老师呢谢谢、啊、哎，你先等会儿啊，您这个把我的名字您说清楚了行不行？我替吕边老师谢谢您。哎，这回倒是清楚了。嗯，听着这么壮阳啊，这您大岁数，姓于，这不就完了吗？吕边老师啊，哎，越介绍越小，您这也不成啊？鲸鱼啊，别对付了，别对付了，你说清楚了吧？哎，于谦。啊，鱼字大伙都会写哈。那是左边一个马，右边一个户。哎，这驴，您说这是？哎呀，姓什么不吃饭？行了，那没听说过。于老师啊，哥俩合作十多年了，不短了，真得谢谢于老师。又客气，因为在这个行业里边，我们有分工。那是相声里边，我是那个甲，哎，他是那个乙，甲乙嘛。我是逗哏的，是啊，他是捧哏的，哎，捧逗关系。如果说我是天上的星星。那我呢？他就是太阳。嘿，你客气。主要是胰岛素。我。他就是高血糖。啊，就这么搭配来的。我要是喜羊羊。嗯。他就是灰太狼。嘿嘿，好。我要是陈冠希。啊。哎呀，行了行了。我可不是张柏芝啊。你是谢霆锋的儿子。哎，嚯。哎，叔叔抱抱。哎，行了。别套近乎了，你啊，这说这意思，两个人的工作分工不一样。哎，那是搭配在一起，要把相声说好，这不容易。艺人呢，拼到最后，其实拼的都是文化。是跟他在一块儿，就如同有个老师天天督促着我是一样。哎呦，这人真客气。你哎呀，实话实说啊，啊，这个与高人岂可交臂而失之？嚯，三人行必有我师娘。哎，师娘不是怎么说？不认师傅了是怎么？三人行必有我师，必有我师。对，愿意跟人请教啊，在德云社后台，这是这份的。你瞧，又捧我。哎呀，识文断字儿，那倒是，知识渊博，不敢说，头脑很清晰，倒是快，为人很时尚，还时尚。我举一个例子啊，啊，德云社后台第一个玩微博的，哦，谦儿哥。啊，那倒是，现如今谁都知道微博。你倒退两年三年那会儿，还好多人不知道呢。啊，那是，人就开始玩微博。我就申请了一个号。那后台有时坐那儿，嗯，哎，玩微博，看看吧，刷屏，嚯，挺开心。啊，他比我们早半年多。嗯，这实话实说啊，开始有用吗？没，后来才知道微博很有用。是吗？于老师进后台，把烟卷放这儿。哦，这说话聊天，再回头。烟没了，烟没了，不知道谁拿的。哦，其实他心里有数，孩子们开玩笑呗，肯定是逗着玩嘛，绝没有说大嚷大叫谁偷我烟卷了，没有，不这样，拿起手机发一微博，这也发微博，哎哎，嗯，我不说不代表我不知道，哦，点给他们发一微博，嗯，十分钟，怎么样？他媳妇给他发一短信，嗯，对不起，嗯。意想不到的情况下破了个案子，你知道吗？这微博就管这用啊，说微博的重要性。对，不至于有那么，当然现在是有微博了、啊、你倒退些年那会儿，我想看看于老师写的东西，你上、啊、你上哪看去？那时候没微博，那会儿你想上他微博没有啊？是那会儿我们就是上于老师的嫖客。哦啊啊、哦、写了又发照片了。你先等会儿、嗯、您还上我的嫖客呢？
对啊、哦，那咱俩得另干姐们了，干的。你不要这么窝窝戳戳的，这什么词儿啊你？嗯，博客，上博客。哦，对啊，那时候哦上，嗨嗨，对对对，上博客、啊，对，好多人都点他啊。啊，那您回答他们说我不出台。那你指什么吃呢？啊，我指这吃啊，点你什么叫点我呀？点什么？点击。哦。嘿好，您想的那么歪呀、啊？怎么？就是你长得就歪，不是点击率、啊？你看都绿了。嗨，没有您这么想的，就说这个意思啊。就上博客，你永远比我们时尚。哎，也不能说永远，我们还都小剧场里边苦熬苦夜说相声呢、啊。人家那会儿就出去拍广告去了啊，拍什么电影？拍电视剧是不是？啊，那拍过戏，对不对？十五年前啊，就有厂家找他哦。让他做产品的形象大变哦啊，哎呦，您这又错了，您没、啊、形象大变干嘛？应该是形象大使，有什么区别？咱得讲理，对不对啊？不是，你说是手感是口感？你说哎呀，嗨，怎么那么恶心呢？您说这有什么区别啊？不，那也得这么说啊！对对对，不那么说，就是形象大使，大使啊，对不对？对啊，拍广告。啊、拍电视剧啊，拍电影啊，拍过。哎呦喂，我跟您说，他拍就拍太多了，嗯，不少倒是拍不少啊。嗯，头一个电影他演的叫您记得那个电影是《寡妇》，我演寡妇，演寡妇 啊, 啊，我演寡妇像话吗？不，你演寡妇的丈夫，就说、这个、寡妇的这死的，就这个寡妇怎么不易啊啊，打丈夫去世开始，一步一步苦熬苦夜。演了这么一个励志的题材，没我呀这里头，怎么没你？没你他怎么成的寡妇？那还是死那个呀？对呀、啊，那我演什么？你没这头，你在幕后，那我叫演电影吗？有头一个镜头就是你啊？是吗？上坟，头一镜头就是上坟啊，坟上有一照片。哎，这照片啊，于老师第一个戏，第二个戏厉害了 啊！第二个戏演角色，男一号，男一号，那个电影的名字叫啊墨。这怎么那么主人公拉着磨周游世界驴呀、啊、这是一圈一圈那周游什么世界呀、啊、净这儿转了吗这不是第三部戏了不得了啊！大伙都知道这是个演技派啊，我会演戏说于老师演老人你愿意吗可以啊可以可以、嗯、去了这电影叫、嗯、张二狗野蛮成性杀害父亲十万火急惨案记哎呦嚯名字太长了吧？得俩电影院才能把这名字放齐了呢。好嘛，还是宽银幕呢。哎，就是张二狗啊，这个坏孩子是吗？杀了他父亲、哦，把他父亲剁碎了，放火烧了。哎呦！后来公安机关破案侦查这个事儿，太狠了。他的头一场戏就是打开棺材盖就看见他了。啊、我还是那死的、啊，这回还都碎了。也不是，反正还行。看脚，要是熟人知道是你，哎，好嘛，谁认识脚啊？后来香港一。恐怖悬疑片找了他啊，这倒好，那片叫饺子，饺子请了他，饺子找的我，饺子悬疑片吗？啊，是是，杀人之后把这人剁碎了包饺子，哎呦，他演那馅儿，哎，好嘛，这回连脚都碎了，这个了不起，有什么了不起的？我都肉末了，向您学习，您客气了，向您学习，向您致敬，您就是我们的榜样，哎，您就老话说得好啊，山外青山，楼外青楼啊。我们一定不能够骄傲。您这老说错话。好了，山外青山，楼外楼，楼是青楼。嗯、您非得上青楼转一圈去是吗？什么话？就是楼外山外青山，楼外楼。对，能人背后有人弄啊！这什么话这？能人背后有能人弄。哎，您这是，您这找弄呢是怎么着？你说话干净一点不就是能人背后有能人吗弄不弄呢啊没有弄不弄人走了人走了 你老打着这事儿干嘛、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得搁在这儿好好的学啊搁在当劲儿脑子慢脑子笨不要紧的是努力哎愚公移山这四个字说的就是我们哦愚公移山说的是咱们愚公移山都知道吧啊一个神话传说哦愚公家门口有大山对哎呦愚公说我得把它刨开了挪走第一交通会便利是第二WiFi 会好一些。哎，这嗨，挡着信号了。跑啊跑啊，
村里人都笑话，说你不疯了吗？啊，拿铁锹把这山就刨开了吗？对，愚公说了，嗯，我死了还有我的儿子，哦，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啊，别往我这儿比划啊，就说这事儿就完了，子子孙孙没有穷尽，嗯，我们家有很多的孩子，是一定能把山搬走。对，消息传到天上啊，神仙都感动了，哎呀，这个人真了不起，是说他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有孙子，嗯，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哎，他们家有很多的孩子，嗯，这个精神值得学习，怎么样？于是老天爷派很多的神仙，嗯，到他们家来帮他们生孩子啊，没听说过，这神仙太缺德了，您这么一说。哎，愚公移山呐，是有这故事。咱们就秉承这种精神吧，啊，好好的继承，好好的说相声。好，相声是最简单的艺术形式，但是说好了并不容易，真是。没事，我们净研究语言。对呀，虚字了，垫字了，高矮音了，嗯，这个话怎么说会有效果，嗯，怎么说会有矛盾，都得研究。这是艺术吗？您比如说最简单的，咱们一说，嗯，哎，你来了啊，快坐吧。嗯，哎，喝水啊。是，再见喽。哦，后边老有这么一电字儿，哎，有这个你会觉得很亲切。对，真没有这个就不像话了，不好吗？你来坐下喝水，再见。好嘛，打起来了吗？这不是，这不是疯子吗？对呀，你包括这是男人爱这么说啊。你要说换了大姑娘啊、老太太、女人说话呢，啊，她也有这个电字儿，电字儿搁前边怎么说呀？放前边哟，嗯，大妈您干嘛去？放前边哟，哦，这又要搁到后边就乱了，不行吗？大妈您干嘛去？哟。嚯，踩着脚了是怎么？大妈掉沟里边了。所以说这都是我们研究的啊。你包括一些个民俗学，哦，包括一些个社会学，对我们来说都是老师啊，都得学，因为这行本身就是民俗的艺术。对，你包括演员都有艺名，为什么啊？要让观众容易记得住，而且后台便于管理。是吗？过去我们有相声八德，对，八位名字带德的老艺术家。哦，玉德龙。有马德禄，对，马德禄，马三立先生的父亲，马德禄，哎，刘德志，有张德全，哎，郭德纲，嗯嗯，刘德华，哎，这嗨，行了行了行了，啊，别说了，后面那俩就没有了，后面那俩是新款，这嗨，这还分金，德字的，后边寿字，寿字，寿字的啊，嗯，张寿臣，哎，这大相声大师，尹寿山，对，哎，活受罪，哎啊。我受罪，受罪，后来死得挺惨。那可不是吗？再往下，宝字的了，宝字都有，名字带宝，侯宝林大师，哎，刘宝瑞，哦呵，常宝坤都有，贾宝玉，嗯，啊，李宝库，嗨，行了，李宝库，药匣子都有，东北相声名家，这没听说过，哎，在下边是文字的了，文字是，哎，文字，你看魏文亮，是对，哎，张文顺有，邢文昭对，李文山是，崇文门，哎呀。改地名，我来归东城那边管了，啊，没有了，啊，这文字不一样，这是艺名，嗯，是每人都有名字，对呀，啊，有名字，有学名啊啊，学名大伙知道哈，啊，身份证写那个，对，上学，哎，名字，还有小名，小名，前面乳名，对，乳名，后台，比如我们有烧饼，烧饼，头一个说相声学外学外话，嗯，那学小哑巴那孩子，嗯，叫烧饼，嗯，为什么呢？来的时候这么大，嗯，小圆脸，嗯，脸上好些个雀斑。嗯，大伙说这孩子长得跟烧饼似的，这老一外号烧饼，就这么叫下来。你看，一语成谶，到现在你叫本名没人知道，啊，这倒传出去了。他的本名叫朱建峰，你们要是有时间查查他那身份证，啊，朱建了都疯，啊，朱建峰，哎，多闹。后台还有一说相声的，嗯，正好，正好有熟悉的喜欢他的，是正好，嗯，正好的本名叫喜定。怎么叫喜？当初生一大胖小子，他爸爸高兴，啊，家里喜事儿啊，这不定下来了吗？哦，叫喜定。哦，你是这玩意儿，他姓别的还行，他姓郑，嗯，郑喜定。要改正在进行时了啊，嗯！有的时候，老郑的媳妇一回家啊，丈夫不在家，公公在家了，那怎么办？老爷子啊，喜定呢？哎呵，老爷子，郑喜定呢？嗨，行了。让他瞧见了，你怎么弄这玩意儿啊？是不是？其实于老师有时候还好研究这个啊。我也琢磨，于老师有哥哥，啊，哥哥小名叫解放，哦，姐姐那小名叫白雪，哦，他那回跟他母亲聊天呢，嗯，妈，我哥怎么叫解放呢？嗯，嗨，
咱家就这规矩，生完孩子出门瞧见什么呀，就给这孩子起名叫什么。哦，生完你哥哥这，嗨，你爸一出去门口过辆大卡车，解放。哦，这叫解放吧？这倒什么事？生你姐这，嗨，因为闹天儿，下大雪，哦、冬天。哎，生完你姐就出去看白雪，得了，闺女叫白雪，叫白雪了，明白了吗？狗屎啊！我呀，我怎么那么惨呢？到这儿，说这个意思，哎、对、啊，说这个意思。就得研究啊，是研究啊，研究说相声不容易啊。嗯，现在各位您是坐在剧场里边的，嗯，买张票啊，底下怎么着也比上边要凉快一点啊。是，上边是一站就这些个灯列位。嗯，我现在这状态就我是能理解馅饼啊。我告诉你，哎，这好嘛，烤上了，里外好几层都得塌了呀。嗯嗯，受罪，那工作怎么办呢？啊、嗯，旧社会艺人更不容易了。是，刮风减半，下雨全完。什么意思？跟马路上演啊？哎呦，为十个观众这儿一说，说挺好，该要钱了。嗯，哗、啊，刮大风跑了，不给钱了。你刮风谁还站那听啊？就是啊，是啊，刮风减半，下雨全完，没有人了。一下雨，一人都没有了，那不出来了，白干了。你不像瓦匠，嗯，你瓦匠一瞧，哦，下雨高兴，怎么高兴？坐在屋里喝酒，哦，哗、啊，咔嚓，他乐了，啊、怎么？哎，下一会儿，一会儿雨停了，有活干了。啊，给人修房子就是，嗯，喊儿子去打二两酒去，或者得喝二两，哗咔嚓，哎呀，再打二两去，啊，接着喝，哗咔嚓，嗯，打二两去，还喝，哗咔嚓，嗯，喝不了了，怎么呢？自个儿房塌了，哎，这好嘛，这太大了也不成，刮风减半，下雨全完，这是说我们过去呢，天跟现在不一样啊。其实说良心话，那天我们后台聊天，我还说了，啊。我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会儿，不管是天津北京那冬天冷的都不行了、哦、非得是大棉裤大棉鞋，现如今真是全球气候变暖了、啊、真不冷，是不是？有印象吧？有有有，小时候你想啊，上厕所都得带根棍儿去，带棍儿干嘛？你想啊，那会儿你冷啊，啊，是不是？你又装糊涂。哎，谁装糊涂？您要介绍您说呀，怎么了？就是这些年这天这才暖和哈、哦、往前倒越往前倒越冷，以前、啊、那会儿人上厕所都得带根棍儿，以前、啊、你那是这一拉完了，你它不掉啊啊，冻上了，那怎么办？来根棍儿，嚯、啊、打下来。你看你没研究。我是没这研究，真事儿啊。是吗？每个人出来这都跟宝剑似的，带个套，还那么讲究呢，来根棍儿啊。那个屎牛气什么呀？跟着你这放什么粪呢？出去，嘿，到厕所这方便完了。嗯，汪汪汪汪！哎呦嚯！您下回用那手往那边打成吗？好，我这觉得有点脏，这个。哦，完事哎，哦。在掉到坑里头，您这什么呀？这啊，都用这打，都用这个。后来就讲究了、哦，是吗？后来就是棍上也讲究了。啊，蹲在这还都掏出来比一下。怎么比呀、啊？您那是什么的呀？啊，说材质，花梨的，糟践东西，这都。我这是紫檀的，这点好木头都用这儿了。我这是象牙的，嚯、哦！我这是镀金的，哎呀，哎，我这上面你看，啊，这头还刻了个于谦的脸、啊，用不着，刻别人吧，这个啊，这就喜欢你，那喜欢我，别刻这儿啊，你头里边弄于谦的脑袋，张着嘴，啊，哎呀，行了，等于是我给咬下来的，别胡说八道了，啊，行了，行了。不是开心，有什么可开心的呀？反谁去都得带着，都带着这个，都得带着啊、嗯，都得带着。这玩意儿多难拿呀！那就套，这有口袋一揣、哦，要不带这就坏了。哎，那啊，万一要忘了，又出的荒促啊啊！方便完了，啊、对呀、啊，没带是找旁边人借。哦，这还能借？大姐，你先等会儿，你看。都蹲在一块儿啊，这个不是文言词吗、啊、这有什么怎么文言？您这是大姐呢？哎嗨，这时候说什么文言、哎、大姐啊，出来忘了带棒儿了啊，棒儿借您棒儿一用
哦，哎，人家再递过来，是妹子，哎，还是女的呀？啊，这才接了，接着会接啊，这都还人家一递过来，人直接的，嗨，哎呦嚯啊，干嘛这么粗鲁？往后，哦，闪一下，是拿手叼他这腕子，啪，接过来，哦，哎，这动作照旧，哎，用完了，哎，这么递回去，哎，他得接过来，哦，用完了，哎，塞好了，再走。您说这玩意儿，这要捋到嘴上多恶心！您说，这手法问题知道哎、啊？可以找别人借，找别人借行。哎，那等会儿 啊，万一一上厕所没别人，就他自己怎么办？包场，这还包场？来得很匆匆啊！进门就脱，对，方便完了，哟，没带我啊，这么有人也不能藏这地方。是啊，啊上上下下左右都没人，没人，没人也好办。怎么办？赶紧站起来，干嘛？找一墙角一使劲，这是坐进去啊，这坐回去、嗯，太狠了，这也就说这个意思啊。这就是来源于生活，靠于生活，想的太多。哎，这研究嘛，这也研究啊，这都是属于民俗啊。啊、哦，这你看一研究这，大伙儿都开心。你们就爱听这个呀？哎呀，没想到啊，这是适合大伙儿的口味。当然了，这是有玩笑的成分。哎，真正到最后，我们得落实到读书写字上。这话说的对。一人拼到最后，拼的是什么呀？啊，拼的是文化素质。我们是普通的相声艺人，但是我们有雄心壮志。嗯，我们也愿意向那些大文豪们学。哦，是不是？我也愿意，比如法国有个莫里埃。对呀、啊，我向他学。您呢？以后我就是中国的默哀、啊、对吧？默哀死了一个，不是我中国的莫里埃。莫里埃没事，我也爱写。你也写？写个诗啊，写个对子，写个什么呢？嚯，陶冶情操，水平有限，但是得练。您有作品吗？有啊。那您把您作品给我们念念，咱大伙听一听，怎么样，各位？好吧。啊，你们这么鼓励我，我就给你们念念啊。好，谢谢啊。嗯，有没带的没有 啊？什么呀？棒儿啊！这嗨。我写过一诗，哦，诗叫八盼，八盼，嗯，八种盼望。哦，那您好，我们听一听。哎、嗯，八盼，嗯，老婆说都快忘了，嗯，哎，您想一想，数九隆冬盼朝阳，哦，半夜三更盼春光，哦，花容月貌盼大款，嗯，闲散的二奶盼流氓，这什么玩意儿？夜读的豺狼盼女鬼，嗯，光棍老头盼大娘，哦，演戏盼着能得奖，嗯，说相声盼着死同行，哎，这呵，好，说这个意思啊，说这个意思，哎、您这诗不错，嗯，挺好，有日子不说了这个 啊，还行，最近没怎么跟同行打架，嗯，哎，对，什么人呢？您这，我也不知道是我学好了还是他们累了。当然了，这是玩笑、嗯、我们这个拿出去卖一分都不值、啊、人过去正经的文人写副对联拿出去就换钱、哎、对联是值钱的，那是讲究对仗工整精炼，上联下联加上横批，那个、啊、真是学问。对，哎，我们有时也写，但是说句良心话、嗯、你听就是这说相声的对联，那还能听出来。哎呀，咱您给您写几副咱们听听。我有什么可写的、哎、我给您出个题您能写吗？哦，你要害我啊？这叫什么话呀？你要害我以后我不借给你这个。哎，这会儿压根儿也没找您借。说吧。真行哈。我写，我得看会不会啊。随便出个题目。不行就拉倒啊。您客气。嗯。您就甭远了甭说。嗯。您就给咱们说相声的相声演员写一副。给说相声写。啊。那咱们这就简单了。那您。啊，这个冠冕堂皇嘛。来一来。弘扬振兴。刻不容缓。嗯。尽我等微薄之力。这是上联，哎，下联呢？继承发展，迫在眉睫，请诸君贵守高台。横批：别忘买票。对，当然得买票。这可以，这就一时好了坏，它是个上下联，哎，倒是挺公平。加个横批也就这意思。可以呀、啊嗯，再写一副，给当官的写一副，行吗？啊，你瞧，给当官的写一副。给旧社会那官写一副。你干嘛非旧社会啊？新社会旧社会一起来当官的。
你不要这个样子。我就试试、啊、这词儿啊，没什么词儿，这个简单。您说说，新旧官员对比吗？是不是、啊？对。红米饭，南瓜汤。嗯。老婆一个，孩子一帮。上联。对。下联。白米饭，王八汤。孩子十个，老婆一帮。哎，嚯，横批，早晚双规。哎，对，那是得双规。嗯，这就是给当官的写的。你这个我接触不上，你也知道，我跟那些说相声有区别。哦，我净你街上跑啊什么、这当官的您接触不上，接触不上，写不了什么透彻。给您说一个您接触得上的题材，哎、就我老去的那个地方，我可以洗头房。您老去，你爸爸叫于小屁，报复您这叫，您说的老去的地方，哎，洗头房就简单了。您怎么写？哎，这个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个娱乐形式。哎，对，你就听您介绍了。上联是：里屋黑，外屋白，嗯，灯红酒绿。下联：裙子短，大腿长，纸醉金迷。横批：一百一个。哎，一百一个。连价都报出来，您倒是常去，瞧这意思。多少钱应该是？啊，我哪知道啊？你这 VIP？ 哎，这去，别往沟里带我、啊。你有那儿的金卡？我告诉你，没听说过。嗯，没，这我觉得我还能写。行了、啊，咱别开玩笑。就写说相声，我还行，写别的。真的啊？那咱正经八百写一个。有正经的啊？您先生侯月文先生，嚯，您的老恩师，给我师傅写一个。写不对点，没法，没人都没了，人没了才写，祭奠一下。哎。给我师傅写的啊，侯耀文啊、嗯，侯先生，侯先生，想当初，哎，他那个日子过得也够惨的。这是联吗？这个？想当初威风凛凛，人人都说荣华富贵。下联，看今朝煞气腾腾，个个都叹世态炎凉。横批，嗯，兄弟情长。哦，哈哈，哎，写得好。嗯，写得好，写得好，别外边传去啊！啊，这还不传呢，这个被他们告我、行了，嗯，给侯先生写完了啊，您给我先生石富宽石先生，哎呦，也没了，哎，有，好，您说一块没的这不成？因为我师傅走着给带走了呢，哎，这没有，这哎，你师傅得行，老搭档，你师傅最起码还有你师娘也在啊，啊，老两口都好，师傅师娘都有，对，写一个，写给你师傅师娘写啊，啊，老两口一块上联诗，嗯。英雄宝刀不老，完了，这是上联，下联呢？下联，老娘风韵犹存。横批，肩负。来，我就知道得往这儿跪啊！没，啊，狗男，仨字不行。这废话嘛，要狗男女也不行。哎，咱们凑字儿呢，你狗男女，嘿，不是你干嘛呀？是正经的。哎，对对，白头到老。哎，这不是完了吗？白头到老啊，白头到老，这叫好词儿。其实原来那也挺好、啊，什么也挺好啊。就是练练吧，谁跟说相声较真儿啊？那这是得练。我儿子在家还写对联呢。那么点孩子就写对联，你不小十七了，那是我徒弟。我儿子，我们两家有这么一个事儿，给大伙说清楚啊。对，我儿子叫郭麒麟，嗯，是他的徒弟，对，管他叫师傅，是管他媳妇叫师娘。哎，他儿子叫于思阳，嗯，是我的徒弟，对，管我叫师傅，嗯，哎，我媳妇叫师娘，对，所以我们两家是这么一个交情，对，交换人质。有时候你看，哎，有时候他儿子也跟我聊啊，说我祖父于小屁啊，啊，就别提这个，还小屁。有为什么呢？你其实俩孩子也差个十岁八岁的啊，但有时候我们俩是一出门演出去，嗯，孩子们就搁在一块玩啊，多好啊，有个照应。嗯，那回这郭麒麟、于思阳俩孩子坐在一块还对对联呢。啊，他们也写，我都感动了。这么点的孩子，就他有这个心。郭麒麟写的什么呀？郭麒麟写的那还写挺工整。是怎么写的啊？拿毛笔，反正哆哆嗦嗦练呗。还毛笔？还有你呢？啊，有我的词儿 啊，就把他师傅，还把他师娘，你们两口子都搁这里边。这孩子孝顺啊！怎么写的？上联，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水，水落石出。下联呢？下联。师傅压师娘，师娘压床，床压地，地动山摇。没听说过，有横批没有啊？没有横批，我就给撕了。哎，这不像话，不像话。
是啊，我说你看看人于思阳写的那个，啊，他写了。你看于思阳，于老师儿子，七岁的孩子写的对联工整啊。他怎么写的？又有横批，又有上下联。他上联是？上联是，师父就是我亲爹。下联？下联，我妈就是我亲娘。横批？于谦是谁啊？哎，去你的吧！